今天吃草鱼。
今天的鱼特别嫩，真的好好吃。今天吃重庆小面，我就放了点我妈种的韭菜，我炒了一下，放到里面一点，其他什么都没有放。
杯，喝点水。辣度还可以啊，辣的。如果喜欢吃辣的呢，感觉这个还是不太辣，但是我感觉辣了。